十几年没有干过的古井，看一下到底有什么。妈呀！你哇！哎，小胡，咱就在旁边找了这么一圈，清理了一下啊，水又渗上来这么多，下面应该渗水很快。而且哦，咱穿着这个雨裤都能感觉到，水特别的冰，泉水，地下涌出来的泉水。 我不干了，飞哥，抽不干了，抽不干了，还有水出去吗？还有，还有吗？没水了，没了，关关关关，赶紧动作快点，赶紧摸一下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什么？摸到了什么？老八，跳进去了。千年老王八，通通通通通。哈哈，鬼什么叫龟鳖之乡？ 哎，这是啥？碗，碗呢？一个碗。站队。哎，又一个老爸。喂喂。哎，怎么老爸变瓷碗了？老爸跑了，跑的瓷碗。啊，这种后面没盖章的，应该值不了啥钱，一般的。这个是比你好。 哟，啊，小吴，这么大一个，估计这得是一个家里很有钱的财主家才能留下来的。这你摸一下，你掂一下，很重吗？哇，这么沉，咸丰重宝，好重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。哇，声音。 哟，不敢摸太快，你看，咬都直接要小心。瓷碗，是好多了，有点慌，小吴。又来一个，全是玉泥，玉泥已经怼到这个上面。那个碗是那个是一对的。哪个？这跟这个碗是一对的。是呗？是一对的吗？哎，是一对。哎，这，真的是一对。哦。 估计小胡又在这里玩耍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掉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！你，我不知道这是啥来。现在好久没。来来来来来，上货！嘿嘿，你想不到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哇！哎，他头顶着什么？头顶一角钱。 一九，一九九二年，傻逼，赶紧说他是不是野生的？还挺好，八字胡还有了，差不了吧？啊，给力啊！货真的多，要又来一碗啥？ 啊，这是碗吗？盖子，什么盖子生锈了？哎，反正掏着。哎，这个大。什么什么？哎呦，哦，石头，石头。哎呦妈耶！不敢用力哎。不敢用力掏哎。这个好像后面都没字儿哈。没字的不好哈。哎，你给我买。什么？还有。 都动了还是什么？这个土货，绝对土货，<笑>8两左右。它那个，你看，这里有个洞，哪里？这里有个洞，泉水的洞。你说可能会跑进来是吧？啊，我觉得会不会是跑进来的？这种长不大的，纯土，二代三代会指甲。 哟，这个爪子，漂亮！哎，先拉上去，搬走。你那个收获好好给我看着，不要被别人拿走了，我再交给村里面的。好。哎，跟刚刚一对的，刚刚这里发现一个东西。我好。有什么？哦，石头，我不敢太用力的找。 这个好多坏掉的碗，刚刚还是老爸，哎，老爸跑掉了，别急，石头给他带上去。
这是个啥？这个咱真不懂啊！啊，这你都懂的？没什么的，现在他太惨了。碗，碗底。哎呦妈呀！怎么了？我碰到这个抽水机吓我一跳，有点慌了。说实话，不慌是假的。来来来，啊，哎，都大小不一，但是都是同样的造型。那这是啥？这玩意应该是假的，生锈了。假的，假的，生锈了都。一币。哎，还有。还有什么？甲鱼。哎。全是这种颜色，还什么？啊，偏淡一点哈。纯野货。嘴巴里面都是黄色的。啊。来，看看跑掉的老八。还有一个。不是，我们要小心的吧？是有点慌，说实话，你都不慌是假的哈。这啥？这啥？石头。哎，好像没啥了。而且底部的话都是沙子，比较干净。哎呦，完整的。这个是啥？这是碗吗？碗应该没这么大吧？这是什么陶罐还是？你看这碗应该是自己做的，用泥糊的。完成比较好，保存。一斤，我感觉这个像是以前换粮的东西。换粮的吗？一斤，这里有个粮字，另外一个字我看不，香粮，香粮，是粮字吧？后面还有个印章，时间太久了看不清楚了。大米，换大米的，一斤换一斤大米。哦，来。这个，哎，底下底是硬的吗？还是沙子？然后铺了有一层石头，然后石头上面有一层这种细沙。哎呦，我还抓成沙给你看。93年，两分，两分钱。哎，刚刚不都一角钱？现在90年的，90年的两分钱。两分钱。这个，我感觉这个锦裤子，像队长说的，值100块钱了。哎，那说不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所以不知道了哈。这是一角。99年的。跟你同辈跟你一样大。哎，哎，什么？嘿，什么东西啊？甲鱼，又一只，哎呦，这而且好紧贴的，这只应该差不了。哇，咦，好歪呀！漂亮吗？真漂亮，这玩意3-400块钱。它的背在发光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三老，但是它不长个，纯水里面没有吃的，它出不去了已经，它只能在这里了。只能说等涨水的时候哈，涨水不可能了，因为旁边有车灯，不可能能出去了。啊、哦，是。怎么再套装？装满了。石头。哎呦，还有，还有什么？一个甲鱼。又一个甲鱼。一半在里面，一半在这个墙。来，哇，都一个样子，你看，
身上的这身，嘴巴里发黄，够老啊！这么多祸事。那个，哎，我感觉每一次捞下去的上来的货都不一样。对，真的不知道到底有谁。是的。对，又满上来了。又满上了。啊。那几号？哎，这边靠这边哦，它淤泥更软，更多货。差点就想走，又上一个。这啥？这真的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你问我这是啥？看不懂，我真没有见过这种。你说啊，说大部分都对的。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哎，一对，刚刚上了一个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刚刚带了有个那个扣的哈。上面以前应该有些字。哎，它拼起来是个爱心哎。它是不是情侣之间的定期信物啊？哎。差不多了。又满上来了。又满上来了。赶紧上去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啊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，走，接上去。你看，半桶，都快装满了。接，哎呦，稳住！今天上的货都在这，超乎咱的想象。手一掏下去，必上货。首先啊，小飞作为专门鲍鱼塘抓甲鱼的，能在这里面找到这些甲鱼，平时在外面一年都碰不到一两个的，纯歪的。太难得了，四个甲鱼，三个乌龟，乌龟不值钱，这甲鱼几百块一个。啊，这碗就没什么值钱，我们带去给它丢掉吧。你看这碎掉的碗就没什么用，包括这石头，这碗都没啥用。碗底这个感觉好一点，但是这个不是，有一个下面，哎，这个下面还有签名的，感觉好一点哈、哦。这个带路上哈，但是碎掉了，没有办法。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啥了，像个秤砣一样。这个是啥？知道不？这个是什么？阀门呢、啊？这种还有阀门呢、啊，但是还有好几个小，比它更小一圈，也是这样的。这肯定不是啊，这还是阀门呢、啊，那铁的咯。不是塑料的了，铁的，大哥，古董啊！啊，这几个骨头咱就不看了，丢了啊，这不知道啥玩意。好，小吴上狠货了哈。来，这里一个一样的小的，你看，是不？应该是一种，只是更小。来了，咸丰重宝，咱也不知道这是啥，也不敢问。来，拿给队长了。棒子，然后几个银币，这个估计是假的了，生锈了。你看，应该是当时有谁作假哦，估计几十年前到这边骗大家，生锈了，生锈掉了。对，会锈的都没用，假的。这个嘉庆铜宝，这铜钱也还好啊。那个，这个有两个。这个有两个，那个是原来嫁妆上的那个，嫁妆上面的，我怪不得一对，对，那个跟那个头顶里的，啊，那个是原来那个老嫁妆，哦，嫁妆女方要带过来的嫁妆是吧？对，哦，咱看着，真像一对哈，哎，能拼起来，对，有寓意的嫁妆，留着，还有来，看这玩意，咱都知道了，又来一个，来小小的，又一样的。这铜，这个肯定是假的，生锈了都。然后还有几角钱，几个硬币，六个硬币，还有两个狠货啊、哦！这个大哥知道不？大米一斤，香粮粮票，粮票啊！但铁这不像铁，铝好像是，铝做的。哪有这个？对啊，粮票哪有这种哈、哦？花这么大的代价做这个粮票吗？还有一个。这个我就真不认识了，这个又是啥？这种是什么？看不懂啊！好家伙，反正是，走，咱呢今天帮村里清理这个古井，上的货真的超乎咱的想象，越捞越多，货全部在这了。
那里面全部挖。对，我全部帮你清理了一遍。你不是村里的饮用水吗？对。然后说这几年越来越脏，你看上面还可能骨头上来，多脏啊！全部帮你们掏上来了。好，以后喝水放心了。走，带着这个去找队长，给他交给他。